所有朋友们，现在邀请大家把各位的注意力再一次的移回到我们的舞台上头了。还有啊，这个站在周边，如果你没什么事情的话，找到你的位置赶紧坐下，因为我们接下来第二场的表演啊，第三场的表演才对，马上就要开始了，好不好？谁还站在那边没事干的，赶紧找个位置，找您原来的位置，好好坐下来欣赏接下来的音乐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最后的重头戏，你也可以看到在我身后非常大的阵仗啊，这是传说中30年代最流行的爵士大乐团。而这个爵士大乐团呢，它就跟古典音乐的管弦乐团一样，虽然人没有那么多，但是能够制造出来的音乐整个张力会让你受不了的。然后呢，在我身后这个乐团里面包括了什么金曲奖得主啦，什么金音奖得主啦，奥斯卡金像奖，哎，等下，那个等下才会上来，什么葛莱美奖的之后才会上来，好不好？而且他们每一年在这边演奏完之后回去，回到家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名字改掉，他们叫做台中爵士大乐队。但是每一年呢，在这一场音乐会结束之后呢，他们就希望想说，哎呀，我要去台北赚钱，所以改为台北之类的，是吧？反正简称啊，都叫做 TJO。我们一起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台中爵士大乐团，还有我们的指挥 Dr. Jean Aker。
Lee Vaughn on tenor saxophone. Ben Yijun on trombone. 谢谢大家，大家晚安。我们是台北爵士大乐队。哦，台中哦，对不起，刚刚被改名了。其实这个沈大哥每年都玩这个老梗哦，就是改名成这个台中爵士大乐队。其实我们是不介意啦，可是呢，我觉得台中其实应该要有一个大乐队才对，是不是？掌声一下好不好？是不是大家觉得应该要有嘛？对不对？好，在场有50000人，应该可以凑得出20个人组一个团吧。等一下结束之后，麻烦到旁边报名好不好？我们就立马组一个台中爵士大乐队。好，我们刚刚为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曲子，曲名叫做《Second Cousins》。然后，我这个在今天来之前，我稍微查了一下这个字是什么意思。Cousin 大家都知道是这个表兄妹或是堂兄妹的意思。那 Second Cousin 就是说比较远一点点的，就是说你们是那个什么你们的远方亲戚，就是也是堂兄妹跟表兄妹，可是稍微远一点点。那跟这个曲子有什么关系呢？没有什么关系，只是它的曲名而已，叫做 Second Cousins。 好，不过接下来这个曲子呢就很有意义了，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说今年台中是要办花博嘛，对不对？是吗？对，是哈。好，大家这个台中要办花博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年呢，这个台中爵士音乐节呢，就希望我们每个乐团都可以演一首跟花有关系的曲子。所以呢，我们就选了一首这个台湾民谣，叫做《白牡丹》。然后呢，OK， 大家听到曲名已经掌声了。然后呢，我们特别的呢，也邀请到国外的作曲家，然后为我们特别的编写这首曲子。那今天作曲家也亲临现场，然后所以我想要特别介绍他一下。然后他这是第一次来到台湾，然后为我们这个乐团特别写曲子，所以我想大家用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 Steve On。 Steve, could you say some word? 谢谢。It's a pleasure to be here.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Taiwan, and it's beautiful, and it's what a beautiful crowd. The piece you're about to hear was commissioned in order to feature a friend of mine who I went to school with many years ago, Mr. Ray Heberer. Where's Ray? Where did he go? There he is. And it's a Taiwanese folk song called White Peony, and it also is such a pleasure to be here working with my mentor, Dr. Gene Aiken. So thank you, Jimmy, thank you, Ben, for performing this piece. I really appreciate it. 好，谢谢。那接下来就为大家带来，这是应该算是世界首演，Steve On 所编曲的《白牡丹》feature 我们的长号手 Ray Heberer， 谢谢。
Dwayne Heber on trombone. Steve Owen, the composer. The arranger, 对不起，我们的编曲是编曲家。OK， 好，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今晚的重头戏，就是我们要邀请一位国际知名的萨克斯风演奏家跟我们一起合作。那这位萨克斯风演奏家呢，不但乐器吹得好，而且人长得特别帅，讲得的特别多，大家知道是哪一位吗？对不起，讲错了哈，后面的。那大家知道是哪一位吗？什么名字？再大声一点，听不太到。好，让我们用最热烈、最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晚的 artist Eric Marandel。
Miranda。黄健 on trumpet。Thank you very much, and it's a great thrill to be here playing with the incredible Taipei Jazz Orchestra.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legendary Dr. Gene Aiken. He's a very shy man, yes.That was an arrangement of Here's That Rainy Day. We're going to now play a beautiful arrangement I hope you like. It's called Early Autumn.
好听吗？哦，太好听了，对不对？刚才我在台上，其实我没有在吹，我都在听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我想，这个我们难得可以邀请到这么厉害的演奏家跟我们一起同台，所以我们决定这个用金曲奖得主来对抗格莱美奖得主。好，所以我们派出我们的金曲奖得主杨小恩老师，大家热烈掌声。对，对不起，少放了一个谱架，杨老师不好意思，直接老师就把谱架就搬走了。好，那我们要为大家带来这个曲子呢，有一个很蛮有趣的曲名，叫做 Crazy But， 就是很疯狂，可是后面没有接任何东西，所以我想大家可以自己的来接力哈，就是可以先想象一下这个很 crazy 的后面到底是什么。好，那等一下应该可以听到很精彩的这个萨斯风的对话。好，那我们稍微 OK， 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很有趣的曲子，曲名叫做 Crazy But， 谢谢。
演出到现在呢，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个小秘密，哦，小秘密哦，所以我想要这个用小声一点跟大家讲，就是呢，因为什么是秘密呢？因为呢，就是大家听到就好，不要跟别人分享。好，那一次就大家五万人一起听到哈，就是我们今天呢，这个大家很喜欢 Eric 的演出，对不对？喜欢吗？喜欢哈。好 ，Eric。他特别带了他的 CD 来，那为什么我说是秘密呢？因为只有十张，所以有想要的朋友呢，哎，不是要送的，要买的，哦，一张800块，好，因为空运来台，他自己亲手带来的，哦，只有十张，只有十张，等一下到旁边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是十张 CD， 然后就是一张800块。然后如果你要买的话呢，我们就是没有找零的，就是如果你拿1000块来哈，我们没有找零的哈，就是找 CD 哦，找我们 TJO 的 CD， 找你一张这样子。所以1000块两张 CD， 还有附 TJO 的一张这样子，可以吗？好。好，只有十张哦，真的只有十张，所以是秘密，请大家不要跟别人讲，自己听到就好。好，等一下结束之后到旁边侧台可以跟我们这个购买哈。好，那接下来这个曲子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曲子，可是我需要大家的配合，就请大家拿出你的手机，然后开出你的那个灯，好不好？因为这个曲子呢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曲子，而且呢它是由我们 Eric Marinter 的作品，他自己写的曲子，曲名叫做。Baby Cakes， 那是一个非常抒情浪漫的曲子，所以请大家准备好你的手机，准备好了吗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为大家带来这首 Baby Cakes。
现在叫 uncle 了吗？